你想当老板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我只想打工。打工有什么好的？打工有什么不好？打工只能赚小钱，当老板能赚大钱。赚小钱就够了。你怎么没有理想？我的理想就是打工，打工使我快乐，打工使我幸福。你今天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怎么觉得你在说梦话？嘘，小声点，老板就在那边。打工就是为老板工作，你是打工人吗？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有意思的中文，就来 GoEast 的官网看看我们的课程吧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每个周三，我们一起学习课本上学不到的汉语。记得点赞、关注和留言哦。我们下周三见。